我知道你会来的，我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一个人的。不，今生今世，我们再也无法重现丝绸，会有来生。 师兄，你慢点，我怕黑。怕什么怕？男子汉大丈夫。真是的。大师兄，我们不是要去学阴功吗？别大人休息，赶紧走吧。哎呀，嘘！难道是嫂子离世，让你上山修行的？修你大头鬼呀！这叫学阴功，讲究的是虽生有死，与世隔绝。 所以把门派立在了古墓里，外行的懂屁。这么绝呀、啊！没想到这玲珑住在这种地方。哎，什么？我说没想到玄阴功这么极端，把门派设在这种地方。嗯，有了。 哎呀，造孽呀！大师兄，啊，我们这么做会不会太过火了？还不是因为你！哎呀，玲珑小师妹，别怪我呀！放心了，一会儿他就醒了，你帮我看着他，别乱碰他哦。变身术，嗯，这个。 这个好，胡子是吧？你等一下，再变一次，变身术。嗯，这次怎么样？好是好，不过声音有点粗。声音是吧？这样可以了吗？这个好，花篮给我。 来了，来，踩到了吗？啊！哦，嗯，好香啊！今天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。是得好好放松一下了。你看我这个肚兜怎么样？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 血了啊！天干物燥，气大伤身。你眼睛怎么了？眼睛，我采花瓣的时候不小心被蜜蜂蛰了一下。师傅不也说了，劫难之中还有生机。可这茫茫人海之中，要如何找出摩托的寄生呢？师姐。 什么摩托啊？你这脸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你今天在路上，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吧？我能遇到什么可疑的人呢？这外面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一派祥和。师姐，你们放心啊。你也不用这么紧张。师傅说了，只要在摩托现世之前杀掉他的肉身就可以了。什么？杀掉？ 不可能！不是师姐，我是觉得吧，这样太残忍了。那个小子呀，很衰的，说不定。
他到时候自己就挂了。你知道魔头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觉得这么可恶的人应该不会有好下场吧。师姐们，我来帮你们撒花瓣了。玲珑，别撒了，给我搓背。你醒了，早知道这么臭还不如用我的。呸呸，我早就知道你们星宿派就是一帮卑鄙无耻的小人，还不快点给我松绑，亏我之前还救过你。不行啊，我大师兄交代我。大师兄交代？大师兄的人呢？不行，我不能出卖我大师兄。哼，说自己是什么天煞孤星，我看哪，你就是一个帮助别人为虎作伥的小人。你胡说，我没有。那你告诉我大师兄去哪儿了？我大师兄去了玄阴宫是吗？你这是助纣为虐，你比他们更可恶，你可恶至极啊！小心蛇。这是蜀山的五毒蛇，毒性剧烈，如果不及时解毒的话，毒液会遍布全身。你快去带我找我师父。可是什么呀？可是你要干嘛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对我做什么的话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放心吧，这种伤我见得多了，只要你附上一阵金苏液，再熬些参高汤就好了。这金苏液呢，是一两三文钱，二两六文钱，如果买的多的话还可以更便宜。走吧，我背你。你刚刚不要命了？其实我的命无所谓了，原来我不是什么天煞孤星，师父告诉我我是魔陀。魔陀？魔陀在我体内寄宿，如果血液出现的话，魔头将会现世，人间万劫不复。那，但是我师父说，只要在蜀山找到意中人的话，就可以根除我身上的魔性。意中人？嗯。但其实我想得特别明白，像我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有人喜欢呢？哎呀，我感觉我的嘴巴好麻呀。那你的意中人是谁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师父说，我的意中人身上有一颗特别的痣。啊，我到了。啊。想还你，这件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。嗯。要是我的意中人是他就好了。玲珑。今天没吃饭呢，这么小的劲儿啊，使点劲儿呗。这皮糙肉厚的死八婆，看我以后怎么整死你！原来是他，任务完成，大刀恢复喽。师姐们，那个我再去帮你们采点花瓣哈。啊！你。不好意思啊，被你发现了。色狼！哎呀，非是人间无热道，为人心静身即凉。心宽一寸，受益三分。心宽路就宽，心窄路自然也就窄了。只有经历绝处逢生，才能苦尽甘来呀。
不凡，你要铭记于心。小子，这是今天刚下的肉，快拿去好好给叔尝一尝啊！这是上等的黄母鸡，补阳气的。哥哥，你看我的泥人好不好看？好看。廖不凡，你找到你的意中人了吗？我。你的意中人是否是你心中所选？玲珑，其实我心里想的。住口！你说，你到底想害死多少人才肯甘心？你这个扫把星，怎么还不滚出去？你还要害死多少人，小子？他是个魔陀，魔陀是坏蛋，魔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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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坏蛋，坏蛋，魔陀坏蛋，魔陀坏蛋，闭嘴！魔陀坏蛋！闭嘴啊！闭嘴！闭嘴！这小子梦到……闭嘴啊！师傅，他好像让你闭嘴一样啊！魔陀坏蛋，魔陀坏蛋。过来，快点！过来，快点！怎么回事？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声音也变了。哎，小美人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呐！快点伺候大爷！你是谁？你过来！你过来！你的叔父拿你换了30两银子，我叔父不会这样做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给我当牛做马。哎呀，精神不宁，惶恐不安，叫醒他，赶快！好好好，醒醒啊，醒醒，醒醒！我知道你会来的，我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一个人的。不，今生今世，我们再也无法成仙携手，若有来生。龙儿！啊！哎呦我去！你这臭小子，龙儿是你叫的吗？你他妈弄死你！大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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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师兄